男生女生呢，都是颜值。光哥他都没变，而且你看走路都有风。后面好像会有很厉害的。不是很厉害，什么叫很厉害？有很大牌的，很大牌，有影后。是没错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听说影后，那影后是谁？不知道。说要来做这个记者会的时候，说陈冠霖来了，我说啊，陈冠霖要来啊，他在演男主角，很奇怪，我都觉得我好像是退步了哦。对啊，你看他一直维持在他的男主角的身份上面，可见的16年来他根本没有变，你懂吗？所以刚主持人问我说：“你怎么都没变啊？”16年前你是男主角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在我心里面正在想这个？哦，对，其实我觉得是不是男主角或是什么角色或是什么，其实都不重要。嗯，因为戏好看一定是大家一起努力出来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是。但是汪哥在我心目中一样是男神，一样是男主角。感激。对。小心线 ，OK。你讲话要到中间来，这样麦克风才能集中在这边。做了一下是牵手，我有跟欧。对呀、啊。因为每一次三立的戏都是很庞大的，支线很多。那支线很多，大家都演过那个戏，可是没。哎。好，这个我承认。哦，我当时《野球风云》啊，什么。哦，那都近期的吧。近期没有了，旺夫癌了，琼瑶戏那一块了，对。廖婷婷看过没？看过，台式的对不对？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那这样好。什么斧头将军？对。是很希望他不要谈恋爱了，因为父母亲都这样。可是自己想想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，父母亲要管你说要不要谈恋爱，你一定很反对嘛。有时候站在自己的立场想想，站在他的立场想想，算了，也管不了了。但我是没有他妈妈那么急了，他妈妈是很严格的，就是。像我就是被你爸爸骗了，你还是这样学，对。我想我每次在旁边看他在讲你女儿听的时候，好像都在骂我一样。男性有啊，我有跟一个男生去露营，就是林佑星，他还有他老婆，然后小他女儿、他儿子啊。这一年休息这一年，我都没有在交男朋友。没有啊，没有交男朋友。真的啦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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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哎、欸，真的啊，可能我生活太封闭了吧，因为不是公司都女的、啊，然后去山上露营都是男的、啊，都是林佑星这种的、啊，对啊，能够我身边接触到的男性也没有人要追我啊，比方说我的狗有在上课嘛，训练师男生的他也不追我啊。没有，真的没有了。就是我从以前就很喜欢那种虫鸣鸟叫的声音，然后呢，我就去找了两只很小很小的青蛙，朋友送的，我就养在我家楼上有池塘。然后结果隔了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，然后就听到好像那种抽风、抽水机的声音，那种。然后我有点搞不懂啊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才发现说，哎，从晚上的时候在浇水，有一只东西从我旁边跳过。我才发现是牛蛙，一只紫色，一只绿色的，巨大。然后就抓了一个多礼拜，抓到腰都闪到了。他们繁殖了就对了。对，他们在池塘上面，整个池塘上面全部都是我们吃那种青蛙下蛋，两缸那边至少上万只，绝对有。对，我在那边放了一个晚上，它就开始长出蝌蚪尾巴了。